小粉的漫画你们真的看懂了吗？小粉真的是个暴力女吗？伙伴们错，大错特错，官方想告诉我们的秘密你们不会还没发现吧？如果问大家四小只谁的脾气最暴躁，大家一定会选择小粉。伙伴们错，大错特错，官方给我们的漫画你们肯定没懂啊。小伙伴们注意看，这是小粉的漫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其中有一点很奇怪，在左下方的这个照片里四小只同时出现，但是小蓝、小黑和小黄的身高都变成了特别矮小的担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只有一个巨大化的小粉，但是有一点很奇怪，在右边的这个照片里也有一个和四小只一样大小的小粉，被这个巨大化的小粉给拿在手中。官方是不是想告诉我们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爱生气爱发怒的小粉就是一个假小粉，而真正的小粉应该被这个巨大小粉给关了起来，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张漫画中看到四小车其他三个都变小了，因为小粉也变小了，而这个巨大小粉是假的，它顶替了小粉的位置，你们知道了吧？